选新北跑行程，苏贞昌亲口证实，竞选总部主委要拿自己的汤担任这个监祭的任务，我也希望大家帮忙，我们一起来看会有行政不中立的问题哦，应该都不会，只要是政务官啊，只要没有用公的资源。花妈都还没有进总统府，就已经有新工作，只是总统府秘书长兼市长选将进总主委，行政中立如何兼顾？行政中立法规范的是公务人员，他基本上他是特任官，所以没问题。应该在法的立场上应该是没有问题。民进党在新北市的选战，当然重中之重。至于说担任什么样的职务啊，现在党的内部还在咨询中啊，我们全力支持，这是一定的。民进党盘算以陈菊的政治分量加持新北选战，不过却被蓝营质疑，把总统府当竞选总部。其实大家都看在眼里，那民进党真的很想赢，想赢到不择手段，党国不分啊！既然实质上如此，那是不是总统府上面就直接挂牌子，就是苏贞昌这个新北市长候选人竞选总部，就直接挂上去啊？面对蓝营炮火，绿军反击。2010年选战，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廖僚以就接下胡志强进总总督导，蓝绿不管谁学谁，总统府秘书长还真好用。记者郭信阳、王少云台北报道。